虎扑12月24日讯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。76人以113-107击败奇才。连续两个赛季拿到揭幕战的胜利。根据76人官方数据统计账号的报道，这是在2012以及2013年以后。76人首次连续两个赛季拿到球队常规赛揭幕战的胜利。北京时间周日早上8:30，76人将客场挑战尼克斯。